启示录四章八节至到十一节，四个玩物各有六个翅膀，里外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每逢四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永在，以后永远存在。万个万个万万都来敬拜主，荣耀与赞美都归心一心。我主我父我神啊，我来赞美主，你自己三一真神，你自己是配得荣耀尊贵权能的，你是创造主，你都是救赎我们的一位主宰，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存在的一位。我们全部人来到你自己面前，将荣耀尊贵感谢献给你，敬拜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